啊，那个经典看到了这个第二的地方，叫讲三圣智三相当勤修学的地方啊。我跟大家这样解释一下的话，你们对于上一节课的听的课跟现在讲的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啊？因为我上次讲你们会听不太懂，那我再这样解释哦，我听有啊，较清楚啊，有没有？因为这个经典的话不能快，但是我第一个是大概给你一个概念的，第二个细腻再讲一下，你说哦，我连接上来了，那我听懂意思。听不懂是正常，因为这是佛经最深的，就这么清了、啊，听不懂是正常的。没有几个人，古今中外没几个人听得懂，正常的。没有解释是听不懂，听不懂是正常的。等一下，还是要稍微解释一下。嗯。像无念无住。无相。无相。无住这个东西，就是有听过的人听得懂，没听过的人听不懂。无住就是不要去心去占有嘛。住都是心住在那个东西嘛，哦，我心一直想这个人，想这个人住嘛，对不对？像我们这个小王看到那个小林还没来，每天在住啊住啊住，好难过。到小林来，他都不住了，会不会？小王，会哈、哦，这就是住，因为有爱就会有住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你有这姻缘嘛，夫妻同心也不错啊，对不对？珍惜，就是说住的东西就是在那会什么会。不是办，不好像做也不是，这个不是一直在想对方这是住，这样懂吗？对。如果说你喝酒，常常喝酒，没酒会想到喝酒，那个酒要怎会发抖，某句伪晒，那个没酒会，那叫什么？那住嘛。还有抽烟，抽烟已经抽了好几年了，烟不抽很难过，非抽一根不可，那叫什么？叫住嘛，就这样听得懂吗？所以住的东西很简单，我这心喵喵会动不掉，那就叫住嘛。无住的没尿啊，痒痒的，你懂吗？心痒痒就痒痒的啊，心痒痒的就住啊，心不痒就不住啊，这样懂吗？会起那个怀念啊，起动摇那就住，所以这个有生就会住，有住就会灭，这个过程。佛学重点整理。好，那我们啊，待会电脑坏，我先好，我们看这个佛学重点整理呢，我们就翻到那个小字的，你们很抱歉哈。好，我们看那个小字的哈。第一个我们要看的，我们要插到那个《圆觉经》好的哈。看到那个什么意思的那个，我们翻到第几哈？这个八四心田的。先看八四那个念经咒，你不要看，看八四，我要翻到八四心田，因为把这个经也大概讲一下哈。你们看到有个图的八四的那个图。对。第几页？有个八四的，有没有圆圆的那个八四？上次上课那个八四。啊？三三吗？几页？我看是三三页。啊，对，三三页。好，翻到三三页，有没有看到？我看三十三页，啊，三十三页就是我们刚才有不是有这本有没有？有啊、哦，有看三十三页有哈、哦，左边的第一个那个叫八四心田哦，那个是很重要的哈、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哈、哦，看那个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有没有？意根先放在一边哈、哦，就是眼的鼻意根在上面哈、哦，这个意根这个不用弄哈、哦，它是写一个连意根叫十八法界嘛，好、哦。啊、那这个十八界就了解了，六根六尘六识哦，右边哈，十二路叫做六根六尘，十八法界叫六根六尘六识，叫做十八法界哦。那我们这个五根呐、啊，前五识有没有？把它围起来，下面有个前五识，前五识的话呢，就是五根识，最后的第六个叫意识，对不对？第七叫七识莫那，最后就是八识如来藏，这是我们叫八识心田，这样了解吗？那我们怎样？我们修行人要转世成智，怎么转？好，我们看哦，那个这个八字的这个左边的小小字有没有看到？八个兄弟一个胎，有没有看到？八个兄弟一个胎，好，八个兄弟就是八字有一个胎在。八字含怎样？这个八字含藏诸事，预言就产生了七个转世，一个灵力。灵力是莫那，
好，一个是啥？一个呆，说八个兄弟一个胎，一个灵力一个呆，啊，好，我把八个心是这样，那我们把它抄一下哈，这个一句话把它抄起来哈，叫做八个兄弟一个胎，兄弟，还有一个什么？一个胎呀，好，一个灵力，一个怎样？一个灵力。啊，一个是吧？一个很呆。啊，还有怎样？六七阴地修，阴地修，还有怎样？五怎样？五八果中成。啊，我要把这背起来。好不好？看你们有旁边有没有？哎呦哎呦，不小心哦，这个茶放这个很糟糕哈。对了，这太小，又没地方放。拿茶也不方便。是需要比较大的讲台。好，那我们了解八，我们看左边的哈，八个兄弟一个胎，这八是含珠藏式预言产生的七个转世，那这叫八个兄弟一个胎。那呢，因为八个兄弟是阿赖耶识，含有七种转世。那第一个，一个灵力是哪什么灵力？莫那瑟灵，因为莫那瑟怎样？是一个我，我取我有。我的计算，我的头脑，我要如何算计你？我要如何吃定你？我要如何战胜你？我要如何得到天下？这是谁？谁最厉害？那个一个灵力，那个最灵力，那个灵力是什么灵力？那是莫那斯哦。莫那斯地气的意思，一个神我在，以我为主，很自私啊、哦，那都要控制人家，要占有人家啊、哦，那这是一个灵力哈、哦。那一个呆是谁？八世。八世就是不管业论种子啊，都把它储存在里头。好，一个灵一个呆哈。那五个在外做买卖，哪五个在外面做买卖？五根呐、啊，眼耳鼻舌身呐、啊，他五个在外面看到外面的境界就做买卖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我这个还有一个五个在外，这个还排一个五个在外做买卖，这个做买卖。买卖还有一个怎样？一个在家做账开，做账开。好，这个还抄在这里。好，这整句上再把它背一下哈。八个兄弟一个胎，一个灵力一个呆，五个在外做买卖，一个在家做账开，六七阴地修，五八果中成。好，那我们再给他看细腻一点哈。他说呢，一个在家。五个在五根在外面呢，跟人家接触做买卖了，因为眼耳鼻舌身意在外面跟五尘啊，在互相在做买卖去了。一个在家做账，他就代表六世，因为你一个在做账啊，然后你所做的买卖呢，我就把它记在这个账里头，意识在做买，就把它记起来就做账下来了。所以前五世分别啊，好坏啊，三业造作都在一家，一个在家做账开，这是代表六世，第六个意思哈。然后第二，那我们修怎么修？这个修怎么修？六七阴地修，修要修什么东西？把六跟七把它修，修什么？修莫那斯。莫那斯有是怎么样？我们看那个莫那斯在哪里？在如来藏的下面，他写什么？执着、名利，有没有？那他因为他很执着，所以我们要执着心怎样？第一个破掉什么？执着心，所以我们要破掉莫那斯的执着心。还有第六意识什么心？六意识下面写一个什么分别，要把分别心跟执着心把它破掉拿掉，那叫做六七阴地修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转世成智是修行的根本啦哈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就叫做六七阴地修。那五八要不要修？果中成要不要修？因为如来藏的八是怎样？如来藏，阿赖耶识就是如来藏，如来藏就是阿赖耶识。对不对？说对也对，说不对也不对。为什么说对也对？因为如来藏本来就跟阿赖耶识不一样，但如来藏也是从阿赖耶识来的。为什么？阿赖耶识从如来藏来的，因为水波跟水一样不一样？所以也可以说不一样。他听得懂吗？水波是什么？阿赖耶，阿赖耶识。按照这个水呢？如来藏就这样。你说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、这个阿赖耶识要不要修？不用修，因为它本身是如来藏的。
对，还有五根要不要修？因为五根是义高拐呀、啊，义贼王啊，五根就做账给义做账啊。那五根都不做账，五根把分别都拿掉了，那个五的根就不会产生分别啊。那五跟八要不要修？不用修，修什么？修哪两个？六七。所以人最痛苦的分别跟执着，好吗？你把分别心拿掉，把执着心拿掉啊、哦，你就好修行啦、啊。对不对？那这个最难就是这两个，所以一个灵力，一个灵力的要命嘛，一个在座上嘛，哈。所以五八果中层次代表这样，就是如来藏八本来就没有起灭嘛，所以啊，色尘五色尘啊，本来就是空嘛，色就是空嘛，啊，受想行也是空嘛，所以色空一如嘛，所以五八根本不用修啊，主要我们要修六跟七，这样懂吗？一贼的贼王把它破掉，在莫那是这个我把它拿掉。哇，你就快成就了，啊、哦，那但这个很难的、啊、哈、哦。所以根据唯识论的观点，我们有八个怎么样？八个是分别怎样？是分别是从五识眼耳鼻舌身识，第六意识，第七莫那识，第八阿赖耶识。修行过程中，首先运用的是第六识。这也说明修行是从分别来造作下手，因此第六识和第七识在初地、二地已开始转一了。对于分别跟执着的妄想，对境不起妄想，降心炼丹，神观忏，实乃修行的意义了。这样了解吗？那了解啊，那我们转世成智，因为这都八世，那八世怎么转成智？如果你把八世转为智，五根五世可以转为什么智？五世哪五世？眼耳鼻舌身是可以转为什么智？看一下那个图表，修正的方法成所作智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成所作智四个字？有没有？什么叫成所作智？眼会变成什么智？天眼通的字，天眼通的字，耳会变成什么字？天耳通的字，这样了解吗？身会变成什么字？身，神足通的字，或者千变万化的字，对，会变说宿命通的字，这些会转为字。因为你这个尘，你不要转的时候呢，哎，你神通都出来了。因为分别妄想打掉的话，它自然就哎就跑出来了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五识变成尘所作字。那我们意识的分别转为什么？注意看，意识分别旁边是什么字？好，注意看哦。如果你看任何万物的话，要用什么来看？妙观察字。为什么？分别都是痛苦的。就我对蔡老板喜欢，哦，蔡老板很好；对蔡老板不好，哦，蔡老板很坏。分别这个你要把它拿掉，因为坏跟好是你心生的，蔡老板好坏跟你没关系，你就可以破掉那个什么分别心。这分别是习气来的哦，五识节习气很重哦。我喜欢民进党，不喜欢国民党，习气；我喜欢国民党，不喜欢民党，习气；我喜欢台湾，不喜欢大陆，习气。分别，这种分别很可怕呢。分别是说五识熏习已经被你在脑中意识已经造成一个怎样边界了，所以我们要修行不容易，要把那个分别垂直观察，妙观察分别都是虚妄的。那你就得到什么字？妙观察字，对。所以我来看的话呢，看这人都平等，没有好坏都平等，那你就进入了妙观察字，就有资格度化众生。不然你会跟他吵架，哦，我喜欢谁，我不喜欢谁，就产生分别。啊，就他妈，你怀疑他被电一下，我怀疑你电一下，啊，你有病的这个我执都在啊，分别心也在啊。你要上这个还是上？好，我把这个先讲完再上这个哈。这个只能这么大、啊。好，我知道。那我们再看一下，因为把这个之前讲完。好，那我们还有一个七识是什么？莫那叫什么？灵力莫那是叫执着，执着一个我在，所以我叫啥？我叫吃猪肉，因为猪是被我杀的，有没有平等？没有。没有。哎，这个东西因为我比较大，因为我有钱，我把你吃掉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有，因为我比较大，我欺负你。这个时候，其实用佛性来看，众生都有佛性，都平等的哦。但是我们会不会平等？不平等，这从哪边来？因为我，因为我这个我执着就不平等啊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不平等。所以这个我这样来了，那可以如果把我执破掉的话，得到什么字？平等性质。
如果你把执着心跟平等心都把它转了，还有最后一个阿赖耶识就可以转为什么字了？哇，大眼睛就不一样了，你看什么东西都可以知道了，像一个镜子一样亮亮的，没有乌云，因为你的乌云是分别跟执着产生这个镜子乌云遮盖，是不是？你马上就知道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用大眼睛去照它。哦，老师，我问我弟弟怎样怎样，哦，你弟弟是怎样怎样，马上知道，因为有大眼睛就可以知道了，大家了解吗？好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八识要了解。如果你对这个图表的话，你把它拿起来，哇，你今天很好修行啊。那这修行不离这个八识，因为上次我们讲的也不是很清楚，这下再把它讲更清楚一点。那好，那我们讲这个完的时候，我们要修什么？修一个，这个是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上上根的人修，对不对？上上根很难修吧？那我们修什么根？如果你有资格的话，你修什么根？上根就好，上根就够了。那上根修很容易耶，上根修是要修什么根？上根修是大菩萨修的，上上根是已经了解佛了，哇，那个十地以上菩萨在修上上根的，我们那个功夫啊，我们都修了个上圣智三相当勤修学，这叫上根的人。八地菩萨以上都修这个法，那怎么修？好，你把这个东西啊，刚才那个八识念看到下面，下面有没有看到？我们把它念一下哈。四法的意义，五法叫做什么？名相妄想正智如如。三智性叫做偏计性、依他性还有缘成性。八识是眼耳鼻舌身莫那阿赖耶。二空叫我空跟法空。圣的意识观空破报，然后呢，破报就是报身，把你不要观空之后把你报身破掉，希望显真，达到即心即佛、自证圣者的境界。依据楞伽经记载。有一种大菩萨修行人，有可能是你，有可能是老师，有可能是你们诸位，谁不知道？他叫大菩萨的人。有一种大菩萨修行人，他修四种法，就可以马上进入菩萨圣位的八地的无生法忍，哇，得到什么？得到一生生，得到法身。哇，他怎么这么快？因为他用四种法就修到了，他不用慢慢修。哇，那是四法，你们要知道，哦，这个人怎么那么厉害？因为他用观察四法就把它修到第八地菩萨的无生法忍境。好，哪四种法？第一个你注意看，善分别自心现，知道说什么都是我心现出来的。哎，他好他坏，没有好坏，是我心现出来的。这会不会对这个好坏产生讨厌？是你好，你有好坏嘛？对不对？你心的好坏并不是他好坏嘛？善观察自心现，哦，你有这样修就很快了哦，哦，这个好坏是你外缘被转的，但是你是原来是心现的，所以我不应该起好坏差别，不应该起，那这个你就境界就高了哈。第二个，善分别自心现，云何菩萨摩诃萨是大菩萨能够达到善分别自心现呢？因为他为，就是说他如是观三界为心，三界这个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都是为心。分歧都是一样的，没有差别。分歧，他说离我所，离开我要去哪里或我所有的，我不想到欲界、色界、无色，这些也都是虚妄的，都是唯心意识现出来的，所以我就可以脱离三界。对，我心若取爱禅定，我就脱在色界天了。我先爱一个东西，就脱在了，因为唯心现啊。所以这个唯心现里头就可以用善分别心的了解唯心现。他说。这样子呢，就无动无摇，无动摇离开去跟来，无始熏习习气所熏就被你破掉了，因为无始习气熏习所熏才会造成来去动摇，还有我所。如果你能够这样破掉的话，三界种种的色，还有行为细复的东西，包括什么身财，你的身体跟你财产建立的妄想。是随路而现，是名菩萨善分别境界。因为我这个的身体跟我财产，是因为这样，是因为三界种种色情的绑住了我，我才会到人间有这个财，有这个人类，有这个肉体，是绑住我，因为我没有去脱离它。但是我用原来是我心现出来的，我唯心现的，所以我要脱离这个东西，我就必须去了解，这是虚妄的，所以善分别。好，他说第一个很修行的善分别，就这样要了解身财建立妄想随路现，是名菩萨摩诃萨善分别境界。所以你有没有财产？
有。那你们为了财产很烦恼，你有没有身体？但你为了身体啊，每天痛得要命。你因为你没有善分别现，但是自心现出来的。如果是这样，你善分别的话，你就可以脱离什么？对肉体的贪爱，对财产的贪爱，你都对恐怖的贪爱，会不会产生？就会远离。远离没有说叫你的，叫你不要生活，叫你不要，不是相跟如相跟性是一同的，就是不去自住生住灭，不去生住而已。好，这样的话，第一个就是大菩萨人会修到这样子，善分别自心现，这个第一个你要把它抽起来哈。啊，第二个怎么修？观外性非性，哇，这个又很高了。外心外心，第二关的善心，就是说，第二关善分别心现，第二关外性非性。为何菩萨摩萨要观外性非性？为圆梦、火焰也好，或做梦等一切的性，无始虚虚虚为妄想习的因，观一切性自性。菩萨摩萨做主是观外性非性，是名菩萨摩萨观外性非性。外面任何的性，没有一个是性的。非性都不是，只有我这一个性光，我就是要去修我这个性光，而外面这都跟我没关系，它没有一个性在，没有性就是跟你没有办法相应的，所以外性非性，你就见到你自己的本身一个如来藏。好，你有啊、哦、外性非性，你就贪那一个外性啊，外性里头没一个性，性是在你里面的。你看财务、身体、财产这有没有性？这是都没性，性是在你，你有你性现出来，它没有性。外性非性，第二你要破掉这个外性非性。第一个由自心现以外分别生现，第二个破外面的东西，但很快就破掉。好，这个就是外性是非性，没有的性在，所以就观内，所以你不追求外法，你观修学内法，内心的自性的法，不追求外法，这样了解吗？好好，再我们再看一下第三个，他讲离身住灭见。我们什么都是什么生住灭嘛，是吧？有生，有的我产生，我发表最上面行李生，生着就会执着，所以就灭掉。啊，又一个生，又一个执着，又一个灭掉，又一个生，又一个住，又一个灭，每天在生住灭，生住灭，生住灭。这就是我们生住灭的成长。那这个他都要讲第三个要离开生住灭的见解。好，因为菩萨摩诃萨能离生住灭见呢，因为生住灭如梦幻。一切性自他具性不生，任何的一切性都是自己跟他具性不生，随入自心分，都是自心分歧出来的，故见外性非性，见事不生，见到的意识不才产生，即缘不积聚，使那个缘不积聚在一起，见妄想缘生，于三界内外一切法不可得，见离自性生见熄灭，看到见离开自性生见熄灭，生住灭都要灭掉，知如幻等诸法自性，得无生法忍，得无生法忍以离生住灭见，是名菩萨摩诃萨善分别离生住灭见。也就是说，什么生有没有生？没有，没有生就没有什么，就没有住，没有住就什么？没有灭。所以离开生住灭的看法，因为我们。弄一个公司就是生了，所以这个公司就会产生执着，住在这个公司的好坏，所以就会产生怕这个公司灭掉，我们起动摇不定。你要离开生，让它生，生里头里头你要生，但是你不要住它，那就是怎样？生等于是什么呀？有没有生？无生。如果你能破掉生住灭见的话，你就得到无生法忍。我今天有没有弄一个道场？没有，没有弄个道场。如果没有弄个道场，你就不会生。哦，这是我的道场。我今天弄个公司啊，没有，这是因缘而来的，那也是幻灭的。没有，没有就不会生住灭。妻子是我的，不是，是因缘来的。因缘来的又离开，个人离开了，是吧？生住灭见。会不会产生他是我的，他是我的，他是我的儿子是我的，不是，他是因缘来的啊，然后呢来聚合，那生住灭破坏掉那个生住灭。如果你能离开生住灭之后，你的心就怎样远离了生住灭了，
你知道，这是这修行就很快到八地去了，无生法忍，所以你什么都不会生。就儿子做坏，让他做坏嘛，他不修，让他不修嘛，啊，跟你没关系嘛，他不是你的嘛，啊，你要嫁让他嫁嘛，啊，不嫁也好当仙姑嘛，啊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没关系嘛，何必那么痛苦？那我们不是哦，他是我儿子，他是我女儿，我必须安排他怎样，不然会很痛苦。我们生住灭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取一生住灭而已啊。大菩萨马上入无生法，是马上脱离。生住灭现，哇，这就 不简单了啊！这个境界是蛮高的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第四个是怎样，第四个是怎样得到自觉甚至的善乐。为什么叫做菩萨摩诃萨得自觉甚至的善乐呢？因为得了无生法忍，就住在第八地菩萨，离心意意识无法自性二无我，得一生身，得到法身了。哦，那个境界就马上超越这大菩萨去了。所以我们要修大菩萨，修八地以上菩萨，就要修这四种法。那你把这四种法，把它每天去写起来，每天去观察，观察看有没有破掉。哦，你可能哦，不要经过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慢慢修，这是很快的去把它转完。学很容易，做到很难。现在每天去观察那四法，因此呢，以上得知三大阿僧祇劫修行是渐修渐熏的，慢慢修，慢慢修。三大阿僧祇劫很久呢，三大阿僧祇劫有多久？你知道吗？跟大家讲啊，不知道，好，我不知道，我弄一个图给你们看。阿斌，那个图在哪里？第四个是什么？得自觉善乐。得自觉善乐，得自觉善乐的智慧嘛。就是无生法忍，是吧？对，达到无生法忍嘛。哎，你达到无生法忍，就是说我如果看什么东西都不是我的，都无生的话，我好自在啊，好逍遥啊，这东西就不会绑住任何东西，也没有一样是我的啊，本来就空的啊，啊，我还要什么东西？那都是因缘来因缘去而已啊，哇，那多自在啊，谁都绑不住你啊，那就马上进入无生了，因为你已经到无生了，什么都不生了，有生的东西也当作无生，有道场没有道场，有钱没有钱，因为到最后都是空，用空来看一切，只能这样看。好，看这个，那什么叫做三大阿僧祇劫？你看哦，三大阿僧有一个成住什么坏空，成住坏空有什么？这叫终结，终结，那成住坏空一个叫做大劫。这个一大阿僧祇劫就是成住坏空，那一个成住坏空有一个什么？有几个劫？二十个小劫，成有二十小劫，住有二十小劫，坏有二十小劫，空有二十小劫，叫成住坏空。那一个小劫有多长？人从十岁，每一百年加一岁，加到八万四千岁，再从八万四千岁每一百年减一岁。减减减减到了人的十岁，这叫做一小劫。那你修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才修成佛，如果你能修这四法，马上到八地，哇，很快都菩萨了。那大家修四法比较快啊，慢慢来，磨到最后还会成佛啊。不过要三大阿僧祇劫啊，哇，因为大家都很习气很重啊。好，慢慢来啊，慢慢来，还早，还早啊，还早。到老的时候说啊，没有时间修了，下辈子再来啊，就这样子啊，有转气啦。所以这个讲说三大阿僧祇劫，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劫？贤劫。我们叫贤劫。以前成劫的时候叫什么劫？庄严劫。过去有庄严劫，对不对？现在有什么劫？我们现在是劫，现在是住劫。现在有什么贤劫？坏劫是叫什么劫？未来有什么劫？心术劫。那佛说过去庄严劫有一千尊佛要出现人间，那这个住劫有什么？贤劫有一千个佛要住于人间，还有坏劫的心术劫也有一千个佛要住于人间，就都变成灭劫了，这宇宙就开始空劫了，灭掉了，空劫也是二十小灭完了，才又开始成住坏空，所以这时候成住坏有三千尊佛要下来。那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这样的，他这佛说的、啊。那我们现在在哪一个劫？我们在住劫。好，住我们住劫的话，释迦牟尼佛是第几尊佛？四尊。好，看一下啊、哦，有看到下面的有没有看到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这个住劫里头的？你有没有看到注解？有没有看到？哎、欸，这个有没有看很清楚？啊？横的字那边。横的字在哪里？在这里下。小字很小，对对对。字很小的。第一个叫什么佛？一字八戒，一个什么？
地藏佛叫什么？毗留孙佛嘛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写毗留孙佛？这在八小天中怎样？生生多少天？只劫六万多年的居留孙佛，有没有？第一尊佛叫居留孙佛，第二尊佛叫什么？到第二尊佛又出来的时候，那居那含摩尼佛又出世了。第三尊佛到了八万世界最成佛的时候又下生，这第三尊佛叫什么？迦摄佛又出现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第几个佛？第四尊佛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然后叫释迦牟尼佛第四尊佛。那弥勒佛下面要来了，叫第几个佛？当来下生第五尊佛。所以我们住前还有几个佛？还有九十五个佛还没下，哎呦，九百九十五个佛还没下来，这个住前才会灭掉，这样懂吗？大家了解吗？这是释迦牟尼佛说，所以现在我们是释迦牟尼佛，他过去是迦摄佛的，在这居含牟尼佛，所以释迦佛是住劫只有第四尊佛，下面到的下一尊佛来的话是弥勒佛要下来，弥勒佛就来人间之后呢，最好的人间，为什么？他要把人间成为净土，他要三次荣华，受证荣华，第一次度九十二亿人受证阿罗汉，第二次度九十四亿人受证阿罗汉，第三度九十二亿人受阿罗汉，所以现在的人释迦牟尼退位了之后，弥勒佛要出来，赶快拜弥勒佛。因为弥勒佛你拜了他之后你很容易成阿罗汉了，但是你一定要修五戒十善啊，要修清净哦，你就很容易跟他摄受哦，那将来经过弥勒佛一下的话，你跟他根本没有结缘，你就变阿罗汉了，超三界去了，大家懂吧？这是最快的，不然你自己要修阿罗汉很难啊，像那个我们今天看那个怎么疗愈疗愈你就苦死，我跟你讲跟那个弥勒佛结缘就比较快了哈，所以我现在肚子大大就跟弥勒佛结缘了，我们这叫弥勒家族啊，好，你了解吗？啊，10点半，好，那10点半，我们今天就大概就上课到这里，好，下课。